月十二号星期四，英国皇家海军潜艇威猛号在1950年今日同一艘瑞典船相撞。发生意外的地点是英格兰东岸泰晤士河口的浅水区。由于碰撞猛烈，潜艇迅速下沉，船上64个官兵和平民全部罹难，是和平时期罕见的海上惨剧。